国旗，奏唱国歌，向国旗敬礼。起来，不愿做奴人们，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我们每天看着五星红旗从我们的岛上升起，我们心里踏实，感觉这片岛屿是牢牢地把握在我们的手中，对祖国和人民有个交代。它不仅仅是一种主权的象征，我们陈航岛又称英雄岛有着18位西沙海战中牺牲的烈士在此长眠。我们这面国旗可以说是18位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国旗升起的地方代表着我们祖国的地方，国旗升起的地方代表着我们的主权，象征着我们的使命。他们登上这座岛的第一件事就是竖一根旗杆，把国旗升起来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岛上插上我们的主权碑，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中建岛。寓意呢，就是我们面向祖国，心系祖国。